心冷，满是纷争的新闻，已是时候停损，却以爱之名不断产生。谁理睬，谁忘怀，我们莫非只能感慨，在脑海你明白，这不是爱。的面对才换来了你们的亲切吗？做一个爸爸妈妈，你们不可能站在婚礼的现场，如果本科的庆生，那不可能在今天能够在所有朋友的见证下交接到对方的手里面。所以在这里，我希望你们再一次给自己的爸爸和妈妈一个拥抱吧。来到朋友们，我们也送给这幸福的家庭一个掌声吧。家人们，你们还要给对方的爸爸妈妈一个拥抱。是啊，多么孝顺的孩子啊，今天你们将会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了。我是纸，我是纸。